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家鱼妹。今天我来这边废弃的养蟹池，好，现在准备开始。看，这个鸡屎螺，我们这边叫鸡屎螺。我想这个动挖一下，感觉应该是有货。什么软软的，一直往里面缩，对不对？应该不是，这样也就是慢鱼了。我们还是土。啊！我的天哪！是章鱼！啊！天哪！魔鬼般的触觉！天哪！你往里面干嘛？他刚刚吸我这个，是真的好恐怖，还是有一点小泡泡。这样看好看啊，你看这还有颜色，会变色。啊！哦，三桶了，给你们看一下大不大只。哦，漂亮吧？还会变色，看我的黄鲤。啊！再找，这个是螃蟹爬过的痕迹，这个。然后这一个洞，我以为洞是往这边，然后刚刚用手去探了一下，是往这边的。我的超级厉害，能伸进去那么深一个洞，这个洞太大了。我的衣服太小了。哦，出来了，天哪，太大只了！啊，哦，好有劲啊，它差一点点夹到了。你看它两个钳子大不大？天哪，太大了，怎么办？怎么下手？啊，回来，大哥。啊，哦，好大只啊！这一只应该快两斤了吧？你看它，特别两个大钳子这么大，啊，哦，太大了，这个赶紧放桶里。单手好重，来吧，你的章鱼哥要乖哦。啊塞！哇，那里有个大螃蟹桶哎！天哪，你不要往里面钻！哇，哦，天哪！抓到了，我陷进去了！天哪！啊！哦！啊！特别肥，因为它这个后面是凸出来的。这个后背已经凸起来了，这个是膏蟹，很肥的。单手，看，啊，还有一只这个，一只这，太棒了！来来回回挖了有七八个洞吧，太累了，越洗越脏，不洗了，我要回去了。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。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，拜拜。